创的朝阳社区一如往常宁静，响亮的刨木声伴随浓烈的快木香吸引了我们。刚进来一定要先问，说的木来木度嘛，可以进来屋内吗？然后大哥说，这得这得，当然这得。对，董远州的，当然可以才可以进来，不然又吓到你了。对对对，被吓到了，没有胆了，因为我时常被吓到了。因为工作的时候很专心啊，你旁边有声音我听不到，等我转头的时候看到人在这边，我自己吓到了。有时候被吓过很多次，很多次。专注琢磨着捡拾而来的漂流块木，这一大块预计做成大型的聚宝盆，还附带满屋子沁人心肺的块木分多金。聚宝盆招财进宝，里面给他放一个金币啊，还是？金银财宝给他放一点，那个家里啊、客厅啊、办公室啊，给他找一个方位好一点。所以你觉得你是把分多金带到人家的客家里，对 对, 對，可是也带福气去。带福气。说着要把福气送给大家，其实赖金彪自己也历经不景气的冲击，从雕刻大理石、歇业回乡，接触到漂流木，人生转个弯再开始。像我做到这个漂亮的木头，我就不想休息了。我就要一直给他做，做到好。一层层刨去木头瑕疵的过程，感觉自己也像在脱胎换骨，更坚定地走入快木世界。做这个，越做兴趣越浓，绝对说我应该一直做下去的，做到不会动了。刨香的木屑不能丢，这可都还能提炼精油。看着一滴滴晶莹的纯粹，赖金彪乐在其中的满足感。一样纯粹，做得落来木度木，当然做得，做得落来木度木，当然做得。